我是何梅，我们现在人在信义区。回想起疫情的时候，因为长时间待在家里，我才发现原来我们一天之内可以制造出这么多的垃圾，也让我更注重环保的议题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走在信义区街上，就要来问问年轻人对于环保的想法是什么，以及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呢？ Let's go。 同学，不好意思耽误你们几分钟的时间，把你拦下来的目的就是因为你手上拿了一个环保杯。为什么会用这个环保杯啊？可以省钱，比较时尚，爱地球。平常去便利商店会买水吗？会啊。对于环保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想法？如果喝水的话，可以用保温壶之类的去装，因为其实有很多饮水点可以装水，用那个钢的吸管。平常生活中会去便利商店买水吗？很少哎，便利商店在买饮料。关于环保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是想法吗？环保的话，回收这块就很重要。之前看一个报道是说，我们台湾每年保特瓶回收有45亿只，它可以塞满三座101。那你知道这些保特瓶去哪了吗？埋下土里吗？你说土里埋三座101？我猜应该是就像金属一样，把它融掉了，然后做成其他东西吧。很有概念呢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子。平常对环保有什么概念吗？就分类哦。如果装水的话，会尽量用杯子吗？手边没有杯子，就直接去买。对于环保有没有什么概念？是熟悉的吗？熟悉的，我会去做净摊活动，然后我自己个人会减少一次性的用品。平常两位在学校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环保的事情吗？按照分类丢了什么？出去的时候把教室的灯关掉。自己带杯子装咖啡吧。为什么会想这样做？每天喝咖啡，我怕我喝太多塑化剂。帮忙捡垃圾。那你保特瓶会回收吗？平常？会。在家里也要做回收吗？会。好腼腆。那你平常对环保这件事情会特别做一些什么事情吗？像净摊啊，在路上看到保特瓶的话帮忙捡之类的。如果太脏就不会。平常会做一些什么环保相关的事情吗？带环保袋。环保杯。真的吗？应该吧。应该。应该啦。你们知不知道 iPad 是什么东西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 H&M 好像有。对，因为它衣服也可以做，包包也可以做。那你有听过 iPad 这个东西吗？学校没有教，但是有，好像有听过。iPad 其实它就是一个回收再利用的塑料的再生材质。知道 iPad 是什么东西吗？是分级制度吗？小课不能看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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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限制级。你知道你手上这一瓶其实就是在做环保吗？真的吗？有没有看过这个？哦，有啊。你有觉得它的外观看起来怎么样吗？就是都没有标签，感觉很环保。那你有看过这一罐吗？它就说 Bonacqua 一样碱性水，它其实就是用 iPad 这个材质再生再做出来的。那这瓶水送给你。Bonacqua 一样碱性离子水呢，它其实就是用 iPad 这个再生材质做成的。听完姐姐这样介绍之后，如果去便利商店会想买吗？会。谢谢你哦，谢谢，拜拜。这瓶就送给你了。其实它真的很环保，它的价格跟一般的水是一样的。没有，这瓶比较贵，因为是和美送的。好会聊天，你要几瓶我都给你。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希望你们今天认识了 Bonacqua 之后，以后在便利商店如果真的没办法了的时候，它是最环保的选择，推荐给你们，谢谢，谢谢。拜拜，谢谢。我可以看到你拿那个，我好开心哎。因为其实老板是说这水比较健康啦，因为我们公司蛮注重员工健康，佛系公司。对，因为它是碱性离子水。老板加薪。希望老板有看到这个片段。那最后可以跟他一起走个秀吗？我不要喝水哦。好，来 1、2、3，Action！最后呢，要送你一个神秘的小礼物，因为你们两个实在太棒了，所以有大中小回去哦，可以给爸爸妈妈一起喝，耶！这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多喝水，耶！可以对镜头表演一次喝水吗？要喝完了，不用喝完啦，一口潇洒的，喝完再给你一瓶，我可以，还是你们两个比赛，看谁可以最快喝完，还真的，哎，你们两个很棒哎，好，准备了，1、2、3。哎，这个很快，势均力敌哦！拿着头上这样倒着，证明自己喝完。1、2、3，哇！恭喜冠军！那游戏规则是喝完一瓶水再喝。今天喝水了吗？还没，就要喝这一罐。
叫什么花哥？一样水，喝水健康，对，一远离医生。喝这个就对了。对，你平常有做一些什么环保的事情吗？哦，会做环保小煎饼，我都会回收，把回收拿给那个老阿嬷，真的很好。其实他们收了这些保特瓶，它其实溶解掉之后就是这个再生的材质。对，推荐给你。谢谢你，最近特别好喝。那你要不要喝喝看？哦，好，特写，对，特写。嘴巴对。真的很好喝，太可爱了，谢谢你。厂商说你是小桂纶镁，因为这是桂纶镁代言的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街访任务大成功。其实呢，在一样要买东西的状况底下，多了一个环保的选择，真的非常好。你呢？你觉得环保重要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